中华职棒啦啦队挑战打篮球，今天是轮到中信兄弟的泰森 Sisters， 还有义大犀牛的 Rhino Angels。对，他们是要和国内的女性暨体育记者来单挑篮球。平时充满热情、活力，带动场上气氛的啦啦队，在篮球场上他们的球技到底怎么样？一起来看。别怀疑你的眼睛，怎么会有穿得这么养眼的女生在打篮球？哦，他们不就是中信兄弟的啦啦队吗？去年已经和体育线的女记者 PK 过一场，今年 Passion Sisters 找来义大犀牛的姐妹帮腔，结果这群救兵还真的很给力 ，Royal Angels 一点都不像是初登板，拿到20分以上。这是第一次来这边比赛，然后我觉得非常好玩，而且非常有友谊。赛前也有去偷偷找教练小小训练一下，所以我们真的有努力过，谢谢大家。有平常也会打篮球的义大投手赖宏成担任教练 ，Royal Angels 的表现一鸣惊人，反倒是 Passion Sisters 服装创意100分，自嗨程度也不输人。我觉得我们今天每一位姐妹都进攻得非常棒，你们说对不对？对。常常都是看棒球比赛，然后这一次也特别亲自下来打篮球，而且今年是第二年了，然后感觉其实非常的期待，也很好玩。无论是 Passion Sisters 还是 Royal Angels， 职棒场上的啦啦队来到篮球场，依旧维持青春活力的形象。最后，不管谁输谁赢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大家以球会友，一起享受运动流汗的快乐。UDN TV 跟邦杰、吴敏欣台北报道。